我们的考试而已，况且还有弗洛埃前辈和布洛勒前辈总结的备考笔记，肯定问过。 我在准备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一个能够让你变得很厉害的东西。不过现在还不能给你看。啊，薯片、巧克力，还是我最喜欢的棉花糖呢？也知道你今晚要去做什么，别担心，我不介意，也不会阻止你。 我便知道，您的心意，无论经历什么，恐怕都不会变化分毫。